今后对陪二妹老人要实施亲孝心，要叫他们照顾亲生独生。别都知道老人记住啥，记住掏钱的幸福法，给多给少表心愿，家年都是他俩。你要拿不钱，钱包吧，敬孝媳妇孝爸爸。 叫马天天秘密，盛大喜啊！大年初八要盛大喜啊！妈，哎！哎呀，这不我觉得吗？哎，行吗？能行，我再教一声，来。妈。哦，好的。妈妈高兴落开花，赶紧拿钱给媳妇花。 我是多少？哦，对，千里挑一，你看见了？婆婆说，年我不够了，千里挑一，一千零一啊。